主料：绿豆200克，辅料：冰糖、水500克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准备绿豆，剪出里面不好的豆子和沙子，将绿豆洗干净，泡30分钟。将洗干净的绿豆倒入锅中，加入足够多的水，煮20分钟左右。在绿豆飘起来时，加入适量的冰糖，煮3分钟即可。煮好的绿豆水凉了后可以放入冰箱，吃的时候即可拿出来。烹饪技巧：加入的水一定要多加一点，煮的时候水不够时可以加入适量的热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